梅干扣肉。哇，好吃哦！好开心的，好感动，我又哭了。我吃到好吃的东西。这支影片我要来屏蔽台湾的客家菜。在台湾是不是很多客家人？台湾有客家电视台，有客家歌手，有客家剧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有很多客家菜。在泰国呢，也有很多客家人。对于我而言，我熟悉的客家料理是那种客家丸子啊，客家面。可是这个跟我认知当中的客家菜完全不一样呢。好期待哦！来试吧。这个是苦精肠旺，哎，这不是在热炒里面会有的东西啊？哦，原来它是客家菜，还有酸菜、鸭血、大肠，蛮香的呢。好好吃哦，好棒哦！怎么办呢、啊？首先，它的酸菜就是有酸，可是没有那么的酸，是我可以接受的。它的辣度真的很好，真的刚刚好，不是那种骗人的。很多料理很多红色，可是一点都不辣。可是这个吃下去，它是有辣呢，是我可以接受的辣度，真的很好吃。蛮成功的耶，这一道菜，这叫什么来着？五斤肠旺，一定要记住。这个是我真的会自己去买来吃耶，怎么办？第一道就称赞这么多了，会不会就没有人看了？听说有观众唧唧歪歪说一直称赞就不想看了，是不是？去死！你们这些人很难伺候呢。这个是韭菜炒鸭血，这个就一般般，因为它出现在五斤肠旺后面，所以它比较吃亏，它就比较清淡一点，没有给我那种哇哦的感觉。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我发现台湾的鸭血其实很难失败呢。你们的鸭血的料理真的很棒呢，鸭血真的很嫩，而且没有臭味呢，还不错啦。接下来是酸菜肚片汤，这一听就感觉很好吃啦。在泰国也有类似这种料理哦，酸菜肚汤里面会放猪肠啊、猪舌头啊、猪肚啊等等。我发现客家菜的酸菜呢，没有过分的酸呢，就是刚刚好的酸，我喜欢。可是因为这一道菜呢，可以跟在泰国对比，酸菜上是没什么区别，可是汤头的话，在泰国吃到比较浓，所以就是泰国比较好吃。这个是梅干扣肉，梅子干的意思吗？那个酸菜叫梅干菜，这个酸菜叫梅干菜，好特别哦，这些菜是。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几乎没有看到呢。这个蛮棒的呢，因为看面相它黑黑的，会觉得肯定偏重咸，可是吃下去呢刚刚好，感觉很配饭。哎，这个好吃哎，虽然面相没有很好看，吃下去是好吃的呢。吃到好吃的东西呢，就是心情很好。因为以往的评比呢，观众以为我是脾气很差，就是我吃到不好吃的东西。这都是你害的啦！我人很好的，好吗？接下来这个是姜丝大肠，感觉客家菜的料理很直接呢，没有要隐瞒的意思。他就是说姜丝大肠，因为他就真的纯粹是姜丝跟大肠。他没有骗你哦，他就是很真诚。所以客家人是不会骗人的人吗？台湾人都不会骗人，很会讲话骗子，这一道菜根本就是骗子，好吗？这么酸，所以它是酸的。会看面相，然后听名字，它是姜丝跟大肠，就不会期待它会有酸。可是吃下去它是酸的呢，有惊喜感，可是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哦。这种酸我不是很喜欢，虽然大肠的嚼劲很好很 Q， 可是有一点太酸了。这个是客家烧豆腐，是鸡蛋豆腐吗？对。哦，好吃哦！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有痛风的话，我恨不得把全部都吃完。这太好吃了，这完全符合我的胃口呢。好开心的，好感动，我又哭了。我吃到好吃的东西，这个很棒。怎么办呢？好想吃哦。
会怎么样吗？不会，可以多吃一点。你也想要我痛风死是不是？这真的很好吃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吃，没有别的顶能吃的，这个就是好吃。这个是客家小炒，有豆干、肉丝、花枝吗？这是花枝吗？还是它是鱿鱼啊？还是它是小卷啊？你知道吗？它是什么东西？还是它是章鱼？一群不懂美食的团队在那边拍美食的评比，这个事情是合理的吗？啊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？怎么办？是不是落差太大，表现得有一点太冷淡？它不是不好吃哦，可是它就是啊、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味道合理，可以接受，可是没有那种哇，好开心的吃到它那种感觉没有，就是过关，普普通通。这个是肉丝炒板条，好熟悉的味道跟口感哦，在泰国也可以吃到类似这种炒板条啊、炒面啊，好吃，我喜欢。我来总结咯，超级无敌好吃，我真的非常爱它，就是五斤肠旺，这个我一定要带回家，剩下的那一份。然后这个烧豆腐对不对？这个也超好吃，也好想继续吃，可是好怕痛啊，怎么办？痛一两天还好，是不是？就痛就痛一两天，可是你吃的当下那是享受。我们是不是有点提倡错误的概念？这很好吃，我喜欢。这个梅干扣肉也很棒，炒板条我也很爱。过关的东西普普通通的，没有惊喜的感觉。酸菜肚片汤、韭菜炒鸭血、客家小炒，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太酸了，有一点被骗的感觉。听机器后面的男人说呢，有一些观众呢看我骂台湾的美食就会在那边不爽，可是我不骂的时候呢也在那边显东显西，你们是人格分裂的不是哈？去死吧你们这些人，到底要干嘛哈？气死人了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要我讲什么东西哈？要我讲都难吃，难吃死了人像大便，你们才开心吗？我被骂你们开心吗？也没差了，反正他每次骂我，他们也会骂你吗？他们也会骂你吗？你看全台湾人呢就是没有友善的人，就很爱骂人，你们这些人哦，如果你们自己还有良心的话呢，你们就去给我按赞、订阅、关注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的 FB IG YT Elizabeth 林 Elizabeth 林娘哈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